抽奖了。全军出击！劲打小法，大家赌一下胜率多少？一九开。再给我在这买定离手，这些队友。谢谢一击的男，还有一分四十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先来学个抠吧。我的批评家，我给你枪，兜走位，兜兜补个兵。谢谢 making 什么这个兄弟啊，定棒拿下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定！定！来人了，快跑！这银马没来，我咋地都行。肯定来了，百分之百来了，快点跑啊！近的话出狂风之力啊，先来个暴击吧，把这卖了，出个皮鞋，谢谢不可休死，恭喜只抽炫赫门之，我的剧场点兜兜定，没有啊，让我来查个眼儿。这身行头要是脏了，我会非常非常恼火。再查个眼儿，这个银马给他这儿放个雷吧，然后草丛咱再撇个雷。没人吗？小法哪去了？这一枪等这个五分钟以后再打啊。这不一九开了吗？偶像从不为自己打电话。
这波不杀他啊，看看这小法师。就是近战英雄吧，他拿完优势他没啥用，他滚不起来血球，尤其打个远程这种的，要打个近战还行，还有点怕赶客。走了，狂风之力，我们出这盾弓啊，出这玩意儿都没用。盾弓的话，这把不太需要狂风之力吧。还能给我们这个加个那叫什么来着，加个位移，还能给个位移，挺好的，总体不错。我发誓加移速都是绝招，但我每次哦，终有一日，我的天才定会出现。伤害差了一点，我再放个花。小法师哪去了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拿到优势啊，但我们磨他塔的血吧，不行就不给他机会啊。这救命 啊！快来呀兄弟呀，甩个大也行啊，你说终于啊是来人了呀，这终于是来人了啊！峡谷先锋还没打下来，你呀是真是，哎呀，你早点过来帮我把那小法杀了，是不是？你还能拿个人头，这你连个屁你都没拿着。这波我要狙死这个小法，你们别拦我，拦我也拦不住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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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跑来，还走呗，死呀！这都没中，这人跑哪去了？刚才怎么人没了一下？拿了吧，这塔狂风之力，杀戮是多么甜蜜的哀伤。兜
回家了。620。会和淤泥中复苏。我是灼热的青莲。我是。青灵之靴，急速火炮。我必须达到完美。这个东西几秒的吸地啊？90秒呢？还可以造成魔法伤害，对生命值目标，多至提升50%。对低生命值目标啊，就是血越少打的越疼。中哟，一枪，两枪。三枪，四枪，兜中，狂风之力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还好我有一个净化。这一波我们可以来一波下路啊。行，一枪，两枪闪现，三枪，靠，这闪现没躲掉。哎呦，躲掉了吗？闪现那 Q 躲没躲掉？好像躲掉了是吧？哎呦。躲掉了，刚才肯定是躲掉了，我看了，刚才躲掉了。艺术必须凌驾常理。怎么没躲掉？躲掉了，刚才看见了。这英雄跟这女警拼还是差点意思，说实话。我们只是跑得快。我被这种激情所迷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。狂风之力兜啊！别！哦哦，这银马太吓人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兄弟，快跑！哇，这大银马！哎，你还不走？他一好了，他把你踹死了！你快走吧，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有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。哎，你不知道他有 E 技能吗？哎，来人了！银马来了，会让我身处巅峰。犯病了，这蓝枪啊！俺们家这阵容可不太行，我跟你们说。狂风之力，
哎呦我操，我早点 W 他好了，我想最后一枪打点着再摁的，因为我正好能上子弹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他跑得比我快呀、啊、我417他多少啊，一枪两枪三枪，哎，你闪了我咋整啊？哎呀，这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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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不行！哎，小法师来了，把他枪毙了。啊！别！哎，哎呦呦呦呦呦！这咋来个银马呢？哎呦，无尽吧，来一把吧。ADC 是真难玩啊，这 ADC 呀，我发现了。俺们家三个 ADC 加个锤石，这把是相当难玩了，尤其是在对面有银马的情况下，你知道吧，我们得持续的抱团可能才能行。先去打个红的，其实我要红没啥用，先等一会儿啊！哎呀，算了，别等了。两枪，来一枪，吹波 Q。你大爷的！这你不给我啊？这就别追了，这还追什么玩意儿呢，这还一枪两枪三枪四枪中，这 不行啊，这蓝枪怎么死的，哎，这有个小法师，一枪两枪兜，一枪，哎呦，中！哎，我发现进在不出蓝切以后挺弱呀，就是打人没减速。救救吗？救救救救救救救！装什么玩意儿呢，让我来一枪，一下定住净化，两枪兜，三枪 nice， 哎呀，三千来块啊，快快快快快，回家回家回家，他不敢来，没事儿，无尽蓝切春哥不行，无尽都出了，青雨总得有吧，青雨都出了，少件装备呀、啊、为什么无尽之印不是传说装啊，不是神话装，
我们下去带波线。这把我们得要个春哥，因为没有前排，只能 A 人。这女警有火炮吗？快点，银马来了！银马来了！银马来了！啊！哎呦呦呦！女警，找我打！银马！银马！银马！我操，这银马不像人呐！这银马呀，银马呀，好克我呀！这银马。没轻人打不动啊，巨人杀手25穿透，塞瑞达的怨恨，伤害型技能会使敌人减速 30%。 我的平 A 算不？不算，伤害型技能嘛，平 A 肯定不算。我想出这个，我得带点减速。就算是完美，也还远远不够。银雪清月，银雪，那先出个吸血的。银马得杀呀，杀这个，这银马呀，兄弟呀，快回来呀，就你一个人啊。想到无所谓了，算了，拉倒吧。快走，银马来了！快走，银马来了！我服务于一个人。先放个雷啊、哦！给你一枪，再给你一枪。这家伙，你说，哎呦，这银马太吓人了！哎，这边蹬，给蹬，别勾了！这阵容银马不是无敌吗？你说，这大银马。不是我们没得玩，是蓝枪太菜了，你知道吧？这蓝枪会玩点也行了，那打不动啊。那不是给银马给养起来了吗？呢，正常银马养不起来的，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看看啊，我这大招开一个。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四枪，接定，杀银马呀！他给他挡了，这不行啊，他打不死他呀。中单有伤害也行，中单也没伤害，他出护甲都打不动。快走！哎，他膨胀了，啊，没膨胀。
快跑快跑快跑，这太吓人了这。哎哎，我给你枪，我再给你枪。哎，漂亮，我无敌了兄弟们，一枪光想挺烦人的啊。哎呦，杀戮！不行了，人马太狠了，这人马。